我们看到目前呢 PUBGM 跟这个天团 BLACKPINK 合作，大家可以听在我们那个萤幕的右边，可以改这个背景音乐，我觉得还蛮潮的。现在他们合作之后呢，就有新纪元改版哦，海岛 2.0， 就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海岛，它更新了。那我们这次主要重点呢，就是海岛 2.0 重置登场，而且跟这个天团 BLACKPINK 跨界合作新纪元改版。目前呢，我们海岛重置呢，不但地图新增了非常多的战壕巨马、废弃坦克、工程掩体以外，还有提升了海岛战争的气氛，核电厂重置、矿场重置、监狱重置等等，还有画面会更加的真实细腻，游戏性大跃进，还有全新的大厅 UI， 对旧的系统进行升级改造，还有交友的一个界面可以使用，就是你们可以设定恋人，然后亲密好友、闺蜜跟基友等等，非常的人性化。然后呢，它还有一些特别的东西，这里江江这边就是我们的交友界面，然后它会有一个所谓的什么亲密关系的，你可以把你的好友设定成闺蜜、恋人啊、基友、死党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屌的。你看，我们可以跟一起玩射击游戏的妹子建立亲密关系耶！赶快去下载啊，有机会可以跟我设定亲密关系。紫喵喵狼嘞啦！这里啊，我跟你说，我玩这个真的是跟白痴一样，请小心我的白痴操作。主播怎么没时装哦？不用穿最性感啊，穿什么时装啊？你看，穿内衣裤就好了。你怎么偷穿衣服？对啊，你为什么要穿衣服啊？白痴，我这专业的，只有在认真玩才有这个衣服可以穿的，威爷才有的衣服。怎么听到旁边好多好多脚步声哦？十几二十个小流氓。哎，这边好多人哦，我也怕，有人要保护我吗？谁？到。但我忘记带另一边的耳机了。不是有人啊？我楼下好像有人呢。你快捡楼下一只。哎，有枪的。啊！谁？啊，我忘记是两发，二楼，我忘记是两发的，他干嫩啦，一头孤狼，独狼哪是我的对手啊？这就是我的档次啊，梁律师，看到没？打打打，干，可是这个是单点的，不太适合我，这样怎么展现我的压枪技巧？哎，我都没遇到人哎，我旁边好像有人哎，是我吗？不知道，有一直有脚步声，老开五郎，老开五郎，哦，我看到人了。轰！这可以标点吗？我，哦，靠背啊，后面有人哦。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小心！马上有人，马上有人。好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马上有安迪风啊！安迪风谁？我怎么没看到，啊？我流火汗了，怎么办？要用一点鼻子的油啊，干衣服太干了。会涩涩的，就是很难滑呢。要用一点鼻子的油，这样比较舒服，啊。鼻子的油是大小。这烟是你们丢的吗？不知道，专业一点哦。小地图可以点开哦。有内鬼，有人打我，欸，啊啊！后面有人，毛上有傻逼。欸，啊！我倒地。安迪峰在角落。安迪峰剩一滴，安迪峰剩一滴，啊！救我！光可以救你。不要救，不要救！他在房子后，就两层楼的那个房子后面，两层楼的房子后面。哎，狗。快点，等他把他秒了！加油，教练！哎，这安迪峰是用滑鼠在玩呐，啊。他太对啊，他好强啊，哦！这个好烂，我先举报。干！别举报我啦，我调一下灵敏度。灰狗还有工会，我是会长哎，欸，开玩笑。太帅了吧，油油帮会长，可以跟你借一点鼻子的油吗？绝地海岛来喽，新的图。你们知道那个手游选手他们都会用那个六只指头滑吗？就大拇指，然后食指，多的是食指吧？对，中指也会掺加进去吧？中指跟食指就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就超像那个爪爪。我又是队长哦。对，阿龟队长，请跳伞。我来跳学校。哦，这个游戏好像跳射很强。
jump shot。我看到了。谁在冲打我？啊哈！哎呀！看人机杀手呀！这是人机吗？哪有那韩国人好不好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没什么伤害，我怀疑他们是人机。我房间好多声音哦！啊，妈妈，我是不是被揍了？我操！太多声音了吧！你敢拿错枪，难怪什么人一发一发射，操！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。七十一式啊、嗯！人在哪？我好像听到脚步声。上山了，上山了！啊，我看到人了。他死了，他死了，他被我杀死了。他是一个戴熊猫头头的白痴啊！干，你那路上人清完了没？我要去打那个的。死了。山头。哎，还有人，还有人！啊，妈妈，我被揍了，妈妈。完了完了，我一枪都压不中。好了，压空气。哈哈哈哈哈！干什么压？是我把灵魂条开。他们在打纸喵喵是不是？打太多把吧。我把他打倒了，我把他打倒了。你干嘛被揍了？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！完了。树后面，树后面，哎、欸，不对，不对，他不对，不行了，他怪怪，他怪怪，他是高手，他很准，他半血，在山上，在山上，在水塘那边，好不敢，我不敢过去。哇，他出来了，我看到他的100，被救，被救，被救，救，他拿了 S， 他好像拿 SK， 他好像拿那什么 Win 94、欸、Mini 14啊。看你，你要上我主抓他、啊，不要不要不要！看他好强哦！好操！怪贤在摸我，在摸我！纸喵喵，他在左边，往下一点。对对对，他在水塔那边。你的左边水塔，丢丢丢丢丢水塔！啊，你有大补吗？你有大补吗？你们有没有？他来了，他来了，近点近点！干地风买单！不要捡我东西啊！你们这两个臭棋，滚啦！我捡啊，我打开他自己捡的。哦，现在收这个圈还蛮大的，其实。哎，又被揍了。屁股吗？这落子，这落子，这落子。哎，左边，左边。这太硬了吧！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变他头还没死。我想，我没有捡到饮料，刚刚地上饮料是被捡的。饮料到底是要不要捡的？好、啊啊，我分给你，我分给你，我再分给你。你前面好多饮料。哦，看到了。Darren救我们。左边，左边，左边那个看小地图。哎、欸，在树，在树。你娘嘞！看到人了。难怪我觉得哪里怪怪的。嘿嘿，嘿嘿。我以为你的二八五。哎呦，他过来了，他进来了，他到近点下面这栋房子了。然后就卡楼下。他如果再出来，我就扁他。我们在前面。三打一了，稳住，稳住。Help！ 还有一个在哪？就在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就是我刚打的那个残血的。嗯。对，在房子右侧那边。那，砰 ！Bang！ 好朋友记得要下载我们 PUBG 来玩。没错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工商非常完美的结束了，大家说棒不棒啊？很棒吧？而且这背景音乐真的很好听哎，我已经被洗脑了哎。